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鞋底，我在这晒会儿太阳，因为昨天晚上，哎呀，太冷了。就是这边啊，白天20-30度，但是晚上真的好冷啊。我刚才呢，又是在这个麦当劳嘛，刚才工作了大概1个多小时，嘿嘿，总算是把活干完了。哎呀，我真的是在澳大利亚旅行啊，全靠这个麦当劳的免费 WiFi，他给我省了不少钱。没有麦当劳的免费 WiFi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活，电也充满了。哎呀，现在准备离开这里，先去海边溜达溜达。我想到海边去找上一个洗手间，看能不能冲澡的那种。我现在啊是把所有的活都干了，就是字幕添加了，上传视频呢大概传了未来4天的，这就已经够了。哎呀，不容易呀，我现在就是无债一身轻的感觉。好了，先去海边，找个地方刷个牙。昨天晚上就睡在这个停车场的。哎呀，谁叫麦当劳网络好呢？而且还有电。走喽，走了哟，先去海边。我想呢，找个好一点的洗手间，刷个牙，洗个脸，看有没有机会把胡子刮一下。因为刮胡子你得有个镜子呀，因为麦当劳它这个洗手间那个池子太小了，也没镜子。哎呀，有的时候真的非常感谢麦当劳啊，再次感谢一下了，不然的话真的是没辙啊。要说是一直拿自个儿流量上传，那在澳大利亚这条费就高了。好了，又是免费的停车位。这边有一个公园，过来溜达溜达。卫生间在哪儿呢？哦，这里。这个湾真的是好舒服啊！我昨天晚上真的是要在这露营就好了。这里主要就是用电不方便，我还得上网。下次找上一个这么漂亮的小港湾。澳大利亚的公共服务设施非常的不错，那边有免费的烤炉，这里呢有儿童游乐场，晒晒太阳是吧？带个孩子过来玩一玩。嘿嘿嘿，我呢是洗了个澡，刮了个胡子，洗了个头，还换了身衣服，这澳大利亚这一点倒是舒服，就公共的这些设施都是很齐全的。要是真的能解决了这个上网和用电的事儿，哇，简直完美了，完美了！现在我准备开车去那边的 Woolworths 采购点水。我跟你们说，到澳大利亚来开车，你买水就去像 Woolworths 这样的大型超市买。便宜，一口气买2-3箱放在车上，你千万不要考虑一瓶一瓶去买，一瓶一瓶去买的话，买2瓶就等于在沃斯差不多买1箱，知道吗？不要怕麻烦，也不要嫌重，知道不？看中国白菜，就这个3.9块一颗，这种袋装的，我拿上一颗啊，这两天可以煮面条的时候，是不是？放点白菜、南瓜，哎，我还是买点米和买点红薯，没事干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个，哇，这个澳大利亚产的这个红薯也太金贵了吧？这个，呵呵，再见，惹不起，放好。这种就比较正常，4.9块。红薯，我来上2个就够了。有的时候我可以做个红薯稀饭嘛，是吧？看一下，大蒜还是拿上一袋，3.3块，一头大蒜1.1块澳币。在澳大利亚，大蒜和生姜，这个29啊，天哪，这太夸张了，这个，来一头啊，哪一头都要值个7-8块的样子。算了，现在好像不太需要它。
其实我特别想买牛排，像这种的或者这种的，一块就够我吃了13块钱。但是我现在没有冰，我得解决这个冰的问题。先不着急，等到露营了再说冰的事儿。它这个一大箱多少钱？最低价9.75块，这个应该是24瓶的，哇，就这个，22.42块，刷一下卡。我就推荐大家到这个连锁超市买东西啊，比较方便，你搜就可以了，基本上是个大城市都有。这还有特价草莓、特价芦笋。这个 Woolworths 一般都有一个特别大的免费停车场。油呢也加满了，现在是正式的出发。我现在呢是在杰拉尔顿嘛，杰拉尔顿北部啊，大概有个98公里那么一个位置，有一个湖，粉红湖，我准备过去看一下，参观一下。上了主干道啊，继续向北。这个真的是太震撼了，太震撼了！粉湖，粉湖，我终于来了一个名不虚传的粉湖。这个水真的就跟染过色一样的，太红了，好漂亮啊！像极了爱情啊！粉色的湖泊，这也太粉了，面积还超大。我来的是最佳季节啊，看一下，就这么近距离的看也是非常粉的。我们先来尝一下这个粉湖的水啊，蘸一点就行了。它呢是个咸水湖啊，特别咸，你看这都是盐啊，这都是盐，看到了吗？随便蘸一点，哇，真的好咸好咸。那这个湖里产的盐不就是粉盐是不是？这里啊风特别大，我还想飞无人机，看了一下好像不可以，风太大了。我现在就是
自个儿研究一下怎么样子给我能拍几张好的照片，做个定时。哎呀，这个环球旅行博主啊，不是那么好当的啊，风太大了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了，来，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，哎，要就这感觉。哎呀，我真的是造孽。最后我就觉得这么好的景色我是不是要飞一下，结果一飞无人机现在失联了，风太大了，直接把我的无人机吹得各种歪斜，我就没办法回不来，因为风是逆风的，无人机根本就飞不回来，我就往那边那个一个堤坝上飞，反正最后快没电的时候我就把它一直迫降一直迫降，它那个刚好在那个盐湖粉湖中间有个堤坝，我也最后一两米的时候还有图像传回来，最后呢就失联了。我现在开车绕一圈10公里跑过去，看一下能不能把我的无人机捡回来。哎呀，热死我了，真的。哎呀，这真的是我的，我有点，哎，有点这个没想明白。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，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，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，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，大家记得点赞哦。